对，好，我只讲接班主播，我叫鱼多哦。跳一段古典舞送给大家啊。
谢谢。这个舞稍微有一点累，让朵儿休息一下。看我倒在这三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雨朵，我是一个胖子，所以我比较喘，希望大家谅解一下。丰满，这叫丰满，不是胖子吗？胖子比较累，跳完舞之后会很累。下一位，等一会儿吧，我还有两支舞蹈呢，等我跳完再下去啊。稍微喘一会儿啊，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，舞蹈，可以跟朵儿说一下。第一支舞蹈是古典舞，然后第二支舞蹈我想给大家跳忐忑，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看。大家想要跳忐忑，是的。啊，谢谢白菜糕，谢谢感谢所有小哥们送来的礼物，谢谢琛是吧？没念错吧？谢谢大家啊！喜欢朵子点个关注，右下角直播通知给我，给大家转播一下，在这里啊。电脑的关注在这里，直播是通知我可以点一下啊，感谢哥们支持啊。然后手机的关注在头顶上有一个黄色的爱心小加号，可以点一下。忐忑要看吗？先要询问一下忐忑要看吗？好好，那我也想跳一段啊。跳的不好，希望大家多多谅解，谢谢。
我刚刚把这个弄掉了，我刚刚把架子都掉了。看舞蹈最爱93，全网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档金麦主播，我叫雨朵。喜欢朵朵可以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时间。哎呀，人胖了呀，就是有点喘。就以前连着跳十多个舞蹈都不会觉得累，现在跳一个舞蹈就完了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送给大家啊。不是长残了，是长胖了。不是长残了，是长胖了。谢谢大家，喜欢的再点个关注啊。